看他小，听说他里面有爆浆哦。我们来拆开看一下，里面是这种颜色的，好像棉花糖一样的。哇，这个里面会不会有爆浆啊？我有点不相信一样的。我有三个颜色，保证把你们红色、绿色的表情笑出来吧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开始吃它了，看一下。哇，啊，有夹心，有夹心。啊，这真的是一波三折啊，凝固在里面了。啊，里面的姜比外面的好吃多了，里面滑溜溜的，很丝滑的。嗯啊，任凭你再硬，你硬不过我阿忠啊。哇，绿色的里面它这个姜也是红色的，这有点像那个仙人掌的果子一样的，外面绿色里面红色的仙人掌果子，你们有没有看过？耶，挤不出来算了，一口吃吧。我再来看一下这个黄色的，黄色这个是芬达味的。耶，哦呦，一下吃溜就溜出来了。看一下这个黄色，它里面不会也是红色吧？啊，也是红色的。为什么三种味道里面要做同样的夹心啊？稍微换一下也可以啊，真是的，被套路了。嗯，不错不错，三个味道里面我最喜欢这个绿色的，很清爽。还有这么多，带去给闺蜜吧。好了，我去闺蜜家开 party 去了，拜拜。